际级视障钢琴家许哲成弹奏优美的琴声，还有入围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杨素浩，吉他弹唱脍炙人口的台语歌曲。这是由基隆市文化局策划的山海艺术节基隆乐夏天表演艺术，一系列丰富的音乐戏剧响宴与街头艺人表演，将在7月29号周末起在国门广场盛大登场。第一首《奇异恩典》，我是要献给市长。因为我觉得有市长在的地方就是恩典，有市长在的地方就是恩典。那接下来我的曲目，因为都是我是从慢到快，第二首《河边春梦》也是温馨的曲子。然后基隆也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那再来那个《丢丢档案》呢？因为基隆以前有那种蒸汽火车，就是那种老旧的火车，我很怀念。那最后一首《快乐一处旁》。因为基隆有游轮，我最期待的就是有一天我能够上游轮去演出，快乐的出帆。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元素，然后我们也用不同的主题，然后佐以音乐的活动，甚至戏剧的活动，就是希望要让这个基隆的这个港景这边，包括国门广场、海洋广场等等，都有很好、很舒适。让民众跟让我们外地的观光客想要来基隆好好的走走看看，然后享受这个环境。刚刚大家都看到这个音乐的表演真的是非常棒，不管是哲成还是素浩，所以当大家吃完了基隆的美食，然后走在基隆的这个大街小巷的同时，尤其在市区这边，尤其在港区这边，都可以让这个他们的一个体验啊，觉得基隆是一个很美好的观光城市，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节可以好好的让外地的朋友感受到基隆的美好，让本地的朋友感觉到我们城市的生活品质提升。基隆乐夏天，耶、文化局长江庭梅说，还有三场重量级戏剧展演，包括如果儿童剧团、福尔摩沙马戏团及狂美交响管乐团跟台湾特技团，将分别在国门广场、海科馆碧水巷广场及暖暖地内15号公园带来演出，欢迎市民与外地游客一起来体验丰富热闹的基隆乐夏天。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